打开紧急开关，向右旋转，跳起来。电源开关转至 on， 等自动灯亮。PC 板放置模具上面，双手按启动开关，完成取料。换模具的方法，自动转到手动，手动灯会亮，原点转到前行，重要进气，再转至下压，拿空气。从工具箱取出工具，将螺丝放在左右侧。手动下压转至前行，脱离模具，前行转至原点，再拆下模四颗螺丝，搬模具时先移动模具，双手放置下模最底下，不能拉这边，双手放在下模下面，搬出去，再来上模具，先对定位孔，再上螺丝，螺丝先不要锁紧，
好了，原点转至前行，再转至下压，拿原来的两颗螺丝锁紧，下模先固定前方两颗螺丝，要锁紧，下压转至前行，上模上升，前行转至原点，等模具出来的时候再固定另外两只螺丝，手动再转至自动，自动灯会亮，再启动一次，好，完成。电源开关转至 on， 双手按启动开关，完成取料。自动原点转到省道前行，冲料。将螺丝放在左右侧，左侧，手动下压转至前行，脱离模具，再拆下。搬模具时放置下模最底下，再上模具，先对定位孔，再上，螺丝先不要锁紧，原点转至前行，拿原来的两颗螺，下模先固定，要锁紧，
将模具出来。手动再转至自动，再启动一次。好，完成。